谁有花30万买朋友的天科比五号来找老王估价，到底是该绝交还是请他吃饭？30多万买的啊，成品号。这号是花30万买个号，应该请他吃饭还是给他下药？30万全带啊，其实直接看装备就行了。帽子的话，4万块钱啊，项链的话，破碎加满天花雨，2800块钱。愤怒野兽啊，3万啊，鞋子破雪加满天花雨啊，4000块钱。衣服的话是215的高仿加上一个46啊，这衣服的话得小4000啊。丽奈最好的属性也接近极限啊，武器看一下。885除以3啊，加451。武器的话怎么这么垃圾？我算错了吧？885除以3，再加上个451，这把武器怎么这么垃圾？746，再加上25，再减去7啊，再加上5啊，23再乘以一个0.67啊，再加上一个746，这把武器5万块钱啊，这把武器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这把武器实话实说，在它的真人装备里挺垃圾的。这零式的话14000，这零式的话14000啊。耳饰的话，双双一速啊，14500啊。戒指防御位的3伤害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国标的啊。这个还没有伤害位的双伤害一速度好呢，但是可能限度它不需要速度，18900啊。看一下备用的，1000一定有了。这帽子的话2000啊，3000。衣服的话是187，再加18啊，高仿2500块钱以上一定有啊。衣服的两个衣服的价格其实我算的都有点低。腰带的话，愤怒光芒满天花雨啊，3000块钱。好，再看一下老板的宝宝，这只宝宝的话技能大概是一个3000，资质能扎1500、4500、5500，争锋还没有满，5500、5700、5700，再加这个5800啊。这只善恶吸血鬼，工资好，速度有点低，敏捷没啥用。这只宝宝技能前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资质不是特别好吧，我觉得6000块钱，加全能的话7000，加力破的话7500，三件宝宝装备的话能卖上3000。虚弥真言2本半的辅助书啊，6000，全能加顺法8000块钱，速度资质有点高啊，而且没有高敏。耐虚弥5000，全能加顺势7000啊。这只耐攻善恶跟刚才那只善恶不太一样，没有强力啊。争锋啊，可能是以打宝宝为主的这只宝宝。套装带的是感知、幸运、感知啊，强力套可以互相切换。技能前的话，由于资质比较好的话，觉得应该能卖上13000以上。宝宝装备的话，这是一个1000多啊。这俩宝宝装备的话，俩合一起差不多能卖1000啊，2000。这只宝宝缺技能，没有吸血，没有偷袭，带偷袭套不要吸血，特性要灵啊，有灵刃也不行。这只宝宝一定缺技能啊，这只宝宝一定改输的啊。三只宝宝装备的话450块钱，技能前啊2500，资质太高了，咱们给个4500，全能的话5000啊，力破也是满的，5500块钱。这只宝宝资质特别好，但是技能啊还得再改改输，随便改一改，我觉得也能卖上个8000啊。这只11技能资质稍微差了一点，技能没有金阶10，争锋没有满，5500加。宝宝装备的话，三件宝宝装备的话有一个78的，但是其他的防御太低啊。三件宝宝装备应该是能卖到1500以上。这只力劈技能前也就是一个4000块钱，但是它的资质太高了，资质1627啊，吸血鬼防御资质也很高。力劈现在技能不需要多，幸运反震不如高资质好，没有强力还能有点用啊。这只力劈的这种资质给10000块钱高不高？其实还行吧。这只宝宝我觉得其实放在175级打 PK 是能用的，就少点内丹啊。这只宝宝要是给我用，我是用的。宝宝装备的话，这是一个69；宝宝装备的话，这是个69；宝宝装备的话，这是个70多，都是加耐的，宝石段数也比较高，2000块钱。这只宝宝化魂啊，资质，技能前4000，全能5000，争锋不太加，资质的话，我觉得能加上一个1500啊。虚弥真言1本书啊，3500，全能4500，顺法5500，资质的话一般啊，5000块钱。辅助书打的还行啊，这两本辅助书5000，全能6000啊，顺法7000，资质的话常规。这号的话我觉得不够细节，物理系最关键的东西啊就是武器差，就这个号可以这么形容，就好像一辆车，这个车什么都好，只有发动机不好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一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脑子啊，脑子反应慢了一点，就是这种刀太钝了，这把武器啊太差了。这只力劈资质啊是真的拉的一逼啊，这只力劈都没有刚才的7技能耐攻力劈之前，而且还是个血攻力劈啊。我觉得6000块钱差不多了，特性还没啥用。宝宝装备74啊，78，这是一个78，这套宝宝装备还行啊。还有空号没有算，
封号的话，咱们直接用计算器算，人修加宠修2700，辅助技能的话，满强帧、满强壮、满神速，再加1600，四打160啊，四打160，打造160啊，裁缝啊，链接没有满，能加上一个1000啊，500块钱到1600块钱左右啊。号的话，人物属性这种号的话，机缘一定是满的啊，三界为尊加500，机缘满的话加1000，因为。PK 比武号啊，咱们用5055的成就减去个4500，再乘以个1.2的价格啊，加666啊，现在的话7466，限量祥瑞血啊、黑石再加上普通的颜色400块钱，扶阳的话再加200啊，猪猪小侠加200，飞天猪猪加200，行囊三个格子不加，召唤兽格子12个的1000啊，再加看神器有没有惊喜，神器应该是有大四喜啊，三组大四喜，但是没有啊。额外的加成，封号的话11116，没有金色 ID 就是这么多啊。11166加4500再加半，再加2800啊，再加40000，估价是311016啊。老板300000买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兄弟感情夹杂在里面的啊。兄弟们，这号估价311016，老板30万买的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兄弟感情在里面的。老板，你具体的价格是30万还是30多？欢迎